吉安乡公所举办了各部落新任头目的布达典礼，乡长游淑珍是亲自将崭新的头冠、礼服以及祝贺匾额颁发给20位新任的部落头目和泰鲁格族长老，并且感谢2位劳苦功高的卸任头目多年来为部落的付出，也期盼在未来新任头目长老能够带给各部落不同的新风貌。吉安乡公所举办各部落新任头目布达典礼，乡长游淑珍亲自把崭新的头冠、礼服还有祝贺匾额颁发给20位新任部落头目，还有泰鲁格族长老，也感谢2位劳苦功高的卸任头目多年来为部落付出，期盼未来新任头目长老能够带给各个部落不同的新风貌。塞伊责任塞给了们的你的，今天荣耀部落是我们所有的头目加官。而且是受证的时间，19个部落加上德鲁古族的长老，我们给予神圣的祝福跟隆重的典礼，希望未来的4年开启各个部落生根、文化传承、族群共荣的一个文化在吉安。我们希望借由头目的力量跟营造部落的共识，协力我们族群的一个融合跟我们乡亲的力量，吉安是幸福，吉安是美好的。萨吉勒们的你大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们牵起吉安幸福，世信宜居，部落代代传承，文化记忆保留，都是我们重要的工作。希望我们一起来，萨吉勒们的你大。新任头目联谊会会长吴德焕表示，布达典礼是头目长老一生以来最光荣的时刻，感谢乡长游淑珍全力支持部落事务，也希望老中青阶级团结一致，把耆老祖先的智慧记忆可以代代相传。乡长游淑珍也感谢头目和耆老在文化推展事务上给公所很多指导，未来乡公所会致力推展原住民的各项事务，让原住民文化代代相传。谢吕慧吉安乡报道。